来一下。你看哈、哦，这个捋径是这样的，这个正向捋径。你看你的手抓，是不是很粗鲁？太极拳要用手一点，对不对？他是说什么？正南京的，我们手要像美人手一样。很快哦，我这个捋漂漂亮亮，啊，可以下来。会了吧？会了吧？捋在掌中。刚刚我用的一搭上去的时候，我这边的万向轴迅速画圆，不是用手画圆，我这个迅速画圆，手就自然会画。好，你们要不要再看一次？看啊，这个捋，你看这个抓不住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这个人家这个围捋，我们这样画，对不对？慢动作，看出来了。我在画哦，这个手是这样，所以尺八在捋有收口诀叫捋在掌中，那也就是说掌中的变化大。哦，挤在，他说两红不是，挤在煞是一阶的时候就要回来，以后你们再学，因为你们要粘连镜的时候，马上刹车回来，按在腰弓，不用手推哦。现在我们都要用手推吗？没有用啊、哦，大家要按在腰弓，那也是用这个什么万向轴是吗？去把它推动，这样懂？